今天来到华山拍外拍，然后是第一次外拍，很开心，然后这里风景真的很漂亮，然后也是换了三套衣服，拍了很多这种风格的照片，然后就是不要紧张，真的不要紧张，然后就是今天真的很开心。下次还想拍吗？想。嗯，好，拜拜。